한 줄은 안 해, 지리지리. 지리! 어? 나가시려나? 大有为 어, 大有巴士 아. 是来这边旁听的学生，对于音乐的素养，可以这样的整齐。班主任跟你说话应该怎么样？觉得很好吗？很好。嗯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周海媚。哦，漂不漂亮？漂亮。嗯，适不适合啊？适不适合。我是说适不适合。 出唱片啊，你们是说什么？你不错不错，我常常没事就看你的这个录影带，拍的好啊。好，满清十三广场。班主任也没问你。这个要给我们贡献什么话呢？是英文啊？闽南语。一句闽南语啊。 哎呀！哦呦，你这个国语的讲不好，还在讲闽南语啊！一句闽南语怎么说的呀？啊，来，有没有人可以帮他的忙呢？嗯，师妹，我高家亲戚美人贴聘金。啊，师妹帮他一下，来来来，他这个是到底是怎么念？啊，第。 This is a book. 所以你不要看我们台湾的文化，其实它这个字还不好念呢。没有，其实是法文啊。啊？法文啊？啊，法文。是吗？法文我会。哦。来，给我试。哇，你这个手上写了一大堆，这是干什么？法文。你是不是你今年你踩我的鞋子干什么？ 生意不够精，亲像媒人贴聘金。哎，不错，鼓励一下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用国语了。就是眼光不够独到。嗯，就是老是做错事情，确定错了。啊，决定做错了。哦，嗯，可以，好。 今天要好好表现一下啊，让大家看看你演戏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才华，好吧？啊，放轻松啊。好，嗯，我要跟大家分享。你是住在哪里啊？我住在新加坡。新加坡。对，这个机会介绍一下，新加坡有什么地方好玩的？牛顿跟爱迪生，他们。 发明了几种不同的理论。牛顿就是发明那个地心吸力的。哦，爱迪生。坐在他坐在树下，发现一个苹果掉下来，打他的头，他就想到这个原因。后来那个苹果到哪里去了？谁吃的？应该是牛顿的妈妈。牛妈妈吃掉了。啊，你今天说的是什么？嗯，冰店。你也是讲台语啊？对对对。哦。 冰顶搬到老倌，冰脚嫌到老暖。冰顶搬到老倌，冰脚嫌到老暖。老暖是什么意思啊？流口水。哦，它的意思呢？ 就是说，就是当别人在工作的时候，他们在上面工作，你在下面乘凉，不知道他们的辛苦。哦，讲得很好，鼓励一下。班总好，嗯，越来越帅，不要再提我爸的事。对对对，伯父这一个月打十张张输了多少钱啊？ 赢的还是输了？我们回归正题嘛。啊，正题啊，你这个不错啊。
哦，刚刚跟这两个，一个香港来的，一个新加坡来的同班，你觉得他们的新加坡跟香港的人有什么地方不同？都会有一些奇怪的那个口音，对，哦，但是美不美呢？是很美啦。我觉得一直在放电，他们。他们在放电，对，班主任就是要问这个哦，为什么他们这个国外来的人呢，对于我这种型的都没什么感觉，我怎么没感觉他们放电啊？名人录，对，名人录，我要不同于两位，我要用标准国语来讲，好的，而且要很感性的声音，哦，那要不要一点配音呢？你要感性就要配音了，空腔。萧伯纳说：“如果我们未曾制造快乐，就无权享有快乐。”怎么会变成？听着怎么变成戏说？对啊，我看你说中国好像到了公墓，破坏气氛。还有。讲那个又不是指挥，气氛啊，气氛啊，谁说的？萧伯纳。如果我们未曾制造财富，就无权享用财富。龙胸牌357腰部以下。后面有没有歪成这样？如果我们没有创造财富，就无权去享受财富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同样的道理，想要念到好学校，对，就要努力，就要努力才有好学校。没有努力，怎么会有好学校呢？对对对，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啊，很好，鼓励一下。以前在我们这里听说这个足球踢得很不错，还好，大家是不是印象很深啊？那个足球到他手上，他可以踢一个晚上都不会落到地上，那就很简单。这足球怎么会到手上来的？好的，你要跟我讲的名人录是马拉多纳，他曾经说过，他曾经说过，啊，保持年轻呢，就能不断的成长。哦，那这是哪一个人讲的呢？克罗克。克罗克，这个克罗克是哪一国人啊？跟他不熟，我们跟他也不熟啊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但是他要后面那句做对比。哦，还后面还有一句。还有一句。哦。一旦成熟呢，便开始凋零腐化。哎呦，你们讲那话好像有一点影射我。这句摆到后面来讲，没有，这样才有对比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保持年轻，一旦腐啊老，你保持年轻就是什么？就能够继续成长，成长。一旦成熟，便开始凋零腐化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人呐，一定要在趁年轻的时候多去追寻啊，对对对对，多去冒险，对，吸收知识，讲得很好。试问明天来，你做错了什么事吗？大哥好。那个我也看过报纸上有这个刊登过您出道的时候的照片。有，我那时候的披头也很好看。那为什么现在头发都不愿意，还是要留那么长，不把它剪成披头，或者是短一点的？剪了怎么会披头呢？不是剪那么短呢，啊，像他这样也不错啊。哦，因为我小学6年理光头，国中3年理光头，高中3年理光头，当兵2年理光头。我觉得在我最年轻的岁月当中，我都是剃光头啊，所以我就决定留他个过瘾。哦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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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平常在家里面不可能再绑着吧？不可能绑。哦，那整个披下来自己会不会吓一跳？自己是不会吓一跳，就常常吓到自己妈妈。给我们讲个名人录，这个名人录很多人听过。喂，我有叫你谈吗？名人录 ，If life doesn't have music， 哎呦，然后 the living
just like a mystic. 像一个牛排的。 Mistake 是一个错误，但是人生如果没有音乐，那这个生活呢将是一个错误。请问一下，笑成这样的，牛排怎么讲英文 ？Steak 是啊，我就听着 mistake 嘛，是一种什么样的牛排？错误 Mistake。如果人生没有音乐，那这个生活呢将是一种没有味道的牛排。讲得好，讲得好，讲得好。 之间先生，给我们演奏什么歌曲啊？带来我这次创作专辑里面的。哇，还没有打烂吗？还没有打烂。哈哈，对，这表示说好听的歌永远打不烂。对，人家越听越喜欢听，对不对？打的歌叫做《让你走，我会心疼》。哦，是新歌嘛？对，新歌。哦，前面那张主打是什么歌？深情到永远。哦。 嗯，没听过，这一首叫做《让你走我会心疼》。好，听听看。 门为你开，你若疲倦就走进来，却不要将我看明白。 自由是我让你不要留恋的理由，已习惯孤独是我所有。让你走，我知道我会心疼，只因为不愿再伤你更深。让我走，远远地放逐自己。 早已忘什么是爱情。心里准备好了没？孤单需要救赎，寂寞需要放纵，想你好痛。 相当有待训练啊，对不对？哪有人在台上唱歌还唱到最后一支？
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搞，应该还有一句。他后面那句。对呀、啊，来，把那一句唱完好了。没有了。好好的爱自己。就是刚讲的，一听就知道一定漏掉了一句，还要骗我们说没有。验收一下，演什么样的歌曲呢？啊，雄心美为啊，雄心美为。干什么？忘了。对，讲话的时候用这一支，哎，好吧。伤心的话，对，这首歌最近打得还蛮红的了。谢谢。因为旋律很顺口，蛮好听。哦，我跟哥觉得周海媚那个歌可以吗？可以。嗯，他的歌又可以接我的歌，真的。哎呀。哦，他的歌是什么？譬如说你最后那句。啊，伤心的话，伤心的酒，我一杯，我一杯，我点点哪有的目屎，谁人会来了解？啊，伤心的人，伤心的歌，我甲唱几暝，变心的花，为啥无法度来挽回？没有，那一句可以接到这边的副歌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他刚刚那首歌呢？你要换衣服之前，嗯，请你把刚刚最后那一句唱一下。对，因为你刚刚已经唱到我的歌来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刚刚也是觉得你那个《伤心酒店》唱的不错。啊，刚刚那个不是啊，刚刚那个是啊熊宪维，但是他唱到最后的时候呢，正好是接到我的歌。那再接接看，接接看。哎呀，接接看，接接看。来来来，你是唱最后一句。我还唱几暝。变心的花，啥物无法度来挽回？为啥人将感情放？讲讲你的，不知我用情换重。为啥人换一张梦？梦醒。头那无也会孤单。你们俩干什么？歌唱接力啊？没有没有。哎，你这个等一下唱完了是吧？唱完了，是新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那你等一下这个，哎，不是，你本来验收就要那首歌啊？对，你直接把它唱掉了。对啊，那太可惜了嘛。我还有一首啊。啊？还有一首？只能打一首这样子啊？在要换衣服之前呢，我真的有心里有一段。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东西呢？模仿。模仿啊，对对对，模仿为什么要那么隆重，这样还去换衣服？因为他算是我的偶像，从小到大，他的声音可能可以这么说，伴随我长大的。这样吧，对对对。那你要做这个模仿的时候，你有一番话要说。对对对。那是不是需要孔锵给你伴奏一下音乐？在我小时候，是我崇拜的偶像。当我6岁开始懂音乐，开始我就发现一个问题。不要弄那种东西，你那个是法律警网的，对对对，就是过来姐，过来姐，你是要讲迈克杰克逊？在我懂音乐开始呢，我知道美国有个 Michael Jackson 猫王，日本有武木，北岛三郎、美空云雀，都属于他们国度的国宝级的人物。当时候我小时候，我很不服气，我真的很不服气。我发现我们中华民国呢，也应该有这样子的人啊。那后来我就慢慢的探讨，探讨再探讨，左思思右想想，
我终于找到了这一个人，他的歌曲呢，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，就有他的歌声，而且他最了不起的，就是所有的国小里面的音乐教科书里面都还有他的歌曲。啊哈，曾经啊，我是足球队，我曾经代表过国家队比赛，那就是说在上半场很危急输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整队就唱这一首歌，下半场就赢了这一场球，然后就升上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。所以你要模仿的就是这个人。对，所以还要下去化妆的。对对。好，他讲了半天，这个人应该是我们台湾很伟大的一个。是是很伟大。先拍拍手，我们看他化妆出来。一条日光的大道，我走在那上。一条日光的大道上，我走在那日光的大道上。Oh, come on, come on,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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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, 永不再来。